你敢有结过婚、生过囡仔？当然嘛有啊！我之前哦，有一个旧爱我的梦想，后来呢，我都找出来，早去结婚，然后佫生一个小小熊。啊，不过后来是我家己无珍惜，我嘛无说你，小小熊都无啊。母熊哦，就艰苦的，连我拢无爱啦。啊，你的经历，哪会跟我一模一样啊？啊，你无打算讲去甲母熊留长啊？我当然嘛有，啊，不过无论我哪做，母熊都是不爱睬我，连头拢歪歪过来看。你现在打算要怎样？你怎样？我就怎样。这个世界已经没人会爱我了，你问我要怎样，这个问题我也想很久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可以走去哪里。我你咧？你有啥物想法？哎呦，无要紧啦，反正吼，踮遮就是食饱睏，睏饱食。嘛是呢，食饱睏，睏饱食，起来更是新的一天。好啦，我的冤枉，伫个你身躯边袂还你啦。咱快去入面啦！你太贵了，这大颗。吉他先生，我找到啊！喂，淑珍，我找到郑群义啊！OK， 准备好啊，出发，走！哎，恁卡伫要这么凶暴，我还是等更好的消息，无得卡真紧张的。无，我来讲，袂使等啦。你等警方流程照料的时阵就袂赴啊！你救人有黄金救援时间，对不对？行。当初咱即摆向上去山顶，敢会想过冒险？袂啦，你放心啦，我阿杰也常常去游山玩水啦。我看郑军买迄个装备哦，迄无就去外省的山顶哦，去创啥啦？迄个是找一个大山无？诶，山卡 camping 呀 ？camping。走无偌远啦。好啦，即摆救人较要紧啦，行。喂，开车。怎样？你拢无困觉要紧，啊无你上顶厝里歇睏好啊。我无要紧啊，行。你看，伤忝啊，无眠过腰，连米见伤听着。
真的，是真的呢。哪安尼啊？郑群义，你紧出来啊！郑群义，紧出来啦！我以后袂讲话啊啦。哦，郑群义，啊，要老婆嘛，甲兄弟讲一下，啊，讲拢讲兄弟，做拢做，你家己啦，你实在是足奇怪呢。哪安尼啦？恁走啦，大雄，行，咱来去。 卡多，你顶毋是讲这两天有看到人牵一个大熊往这附近行过来，迄一定就是郑群义啊。对啊，伊讲若是要录音，就刚刚去几领，所以伊应该伫遮附近啊。喂，哎，你来看，这有迄起火痕迹咧。我咧想哦，这是郑群义啦。 啊，来遮哦，暗时也会寒啦，所以伫遮起火啦。你看，啊头前也无啥物路，伊若反倒转去哦，会温拄着啦。所以我咧想哦，郑景义一直伫遮附近啊。啊，咱赶紧找着伊啊！郑景义，有啥物看唔着啊？ 是伊。哎，哎，进来。这是帐篷啦。对啦，很多咧今仔叫看监视器哦。啊，群义有买这个帐篷哦。我想哦，这应该是郑群义有来遮住啦。对啊，而且这是郑群义的包啊。对啊，啊，不过人咧，都还无看到人。这拍火也未花。 佮有一块牙齿关的厨师，伊应该是拄仔离开无偌久。敢讲伊是听着咱的声音才走去避起来？哎，美金，你感觉嘞？美金，美金嘞？哎，对，对嘿，美金嘞！啊，拄仔恁两个毋是徛做伙在后壁？对啊，伊脚底也毋是还佫伫个，哪会人无去？我拢无发现啊，我是咧创啥？林美金可能刚无困啊，伊应该袂伫半路昏去。 那安尼即摆是要安怎啊？美姬，啊是咱先翻头找看卖，无得卡伊只是想要好困一下。应该是无可能，我看咱紧沿路找到转去，若真正找袂到美金，咱紧落山请警察来支援，总袂当找袂到群义，虽然美金嘛出代志。咱紧去找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是感觉安尼啦，啊咱即摆咧清山来啦，虽然是讲无偌亲，也毋过吼，即摆已经有人放弃啊，我看安尼好啊。 大家要一个人别一个人，安尼就袂放弃啊，好不？哇，坐。哎，对啊，安尼别一个医院是要安怎行啊？对吼，啊奇怪。 我哪会甲别大家也别一个耳啦？无了啊，我很下重吼，才透开，啊一个做头，一个做尾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哈哈。